的就是你，杀的就是你啊，格雷福斯，还有谁？还有你是吧？撸，叫撸。我好像追得上，他跑不掉吧？他才多少移速？380，又误杀了。不是啊，就不懂啊，你知道吧？什么段位，什么段位？那一个人看到五个人，你总得害怕吧？上班的卡萨一级团，他就是这样死的。给我人都看傻了，一个人看到五个人也不怕的，还去点别人，我就知道那肯定是个憨憨。这不怕死的打游戏。我要刷起来了，真的得刷起来。啥也不说了。这男枪不会来烦我吧？我这把刷的有点慢。慢就慢了，慢就有慢的打法。上路好像有机会啊，闪了吗？我闪现去把他杀了。好像伤害不够啊，这个血秒不掉，有致盲，有踢吗？闪现嘲讽一下，我只说真话。有150吧，这个人好贪啊，还想走那边吃河蟹。想屁吃，他家石头人刷了，但是他出来会找石头人，刷F6吧。哎，这个老逼出来找F6了，干嘛？不会以为你有队友吧？我觉得你点的死我吧。推石来了。算了算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这波血赚了。这个难抢，惩戒不是可以破河蟹盾吗？别看了资讯，大哥。升个6，感觉还可以抓波飞机。啥也不管了。来中路蹭一下，可惜我到不了6。我是帮你推一下，6级了，小龙刷了，这石头人不刷了吗？直接去控龙吧。
下路可以搞一手。别急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兄弟们别急。要上，要上，要上，要上。你给的这 EZ 加速，他妈的，他能留人还是咋的？空大的。这没，这下路不过来，哎，我就服了，都会出事，我感觉。他妈的！为什么他妈的不看信号啊，我这些逼人啊。所以我真的不喜欢拿这个小龙，兄弟们。真的真的不喜欢，超级不喜欢拿这个小龙。对面谁来了呀？谁抓你了呀？那空龙去了呀？别叫了，别叫了，都是甩锅王，我操！逼逼赖赖，再拿个先锋吧。可以给波比来个套餐啊，其实。秦墨来了，他们不会听的。让他刷完吧，给他开心一下。你刷完了，我就要刷人了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格雷福斯，怎么贴着放？操！哎呀，我被小兵卡位了，打个闪也不错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
无限掏你的缸，知道不？大招差几秒，可以上吗？必须弄死他，死也要弄。好像有点亏，但是气势打出来了，兄弟们。符文截个图啊，符文截个图，他值钱了，他这波拿了个750，等级一下子升了好多级，只压两级了，把小龙控制。德莱文这么肥吗？压了这么多刀。这凭什么吃啊？谢谢老板，鸡杯、嘲讽、动工，没得用。还给他控了条小龙。看着不，再看一下。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。来了来了，顶住余震加里奥，可以的。爷就要杀你。完了。姜子还空大，垃圾，垃圾。哼，我都说了科学养住了。哎，我送他那个大头，我靠，不然他没有钱买这个。不然他没有钱买那个什么盾弓，这盾弓还是蛮肉的，有一说一。但是他上波死了，这波盾弓 CD 的，盾弓90秒的。哎呦，好控制，我靠！呀，哎，就给他走了。控制好像放的有点重叠的，这路要跟着我混了吗？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，嗯，操了，干嘛呢？操操操操！这蘑菇想吃这个东西，不想让它吃。有雷啊！哎，不是有个雷吗？我真的是烦，兄弟们，抢人头算了，河蟹也拿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队友吃了就发点点点。这招我也会啊，
直接读个书，跟着大哥吃，有肉吃。关键抢大哥肉吃，大哥都吃不饱了，现在。我一秒一刀都没有，可想而知，我这把都没张线，但是抓的挺多人的。南翔九级，我十三级，我需要逮捕他一波。中路也行吧。这只红混的好。我这把没补什么兵啊，都是刷的野，兄弟们。实话呀。再吃我这先锋报警了。怕他娘的。冲就完了，小龙。这是几个兵，那是几波兵，大哥。有点肉，我只能回头刷盾了。你要闪现吗？哎呦，这波不赚，我们二换二，我九百多块，不买山书，买个表就好了。哇操，我死了，我今天家里要死了，这几个都是弟弟啊，我去，全死。还是要中药。这不家里奥梅大吗？大招呢？好亏啊，兄弟们，血蛮亏这波。我得活下来。这打直接团啊，这塔不要了，下路兵线不补了。没大到那个谁，但是大到那个就行。又开大，兄弟，瞎逼开大呢。过一路，我这把肯定没脏兵啊，兄弟们，我脏兵不可能就这个补刀啊。你看我现在一秒一刀都没有，都没刷钱。真的没刷钱，发现不买巫妖滚雪球不厉害，买巫妖打砸抢猛刷。干嘛吗？有啥用？再要包很牛吗？再要包很牛吗？你不早点过来。吃波技能我就给他杀了，这蘑菇有点克我啊，这蘑菇啊，是不是？这蘑菇有点克我啊，小东西。
老智盲我，我在想要不要搞个女妖弄他，女妖弄他也没用。对面三个 ADC，哎，直接法穿拉倒，兄弟们。皎月 QWE 没大招的时候伤害是不够的，还是要需要砍就一两个被动来补输出。那被致盲了打不出伤害呀、啊。我去打大龙偷了怎么样？对面好像过来看了，感觉他们都没野，我打了。我打的老快了，来啊！蘑菇可能还用闪，好，杀的就是你，杀的就是你啊，格雷福斯，还有谁？还有你是吧？撸，叫撸。我好像追得上，他跑不掉吧？他才多少移速？380，又误杀了。今天第二个五杀了呀，都愣着干嘛，兄弟们，撸撸撸走一波呀，别愣着呀，该点关注的点一下，好吧，没点关注的点了关注的什么办卡什么的奖励一下，来波小礼物。生死局啊，哎，来个网板算了，肉一点，多点容戳。17级，哎，17级，有兵线吗？我吃野怪好一点，你吃兵线好一点，毕竟我吃野怪有加成，经验加成。哦，闪现都给你拉断。怎么样？荣耀行刑官，又是你个逼仔是吧？我靠，什么输出啊？我去，什么东西？特别快递，完了，我这不中了，我中了，队友也要送的，不骗你。我没想到这飞机伤害挺高啊，还，哦，有一炮，我靠，可以，犯病了，刚才打了我2000多，大招打了500多，打比加油包打了500多，我没大，有大这两个弟弟他都要死。吃个药吧，哼，
飞机装备起来，但飞机还没有神话，他为什么不买神话？推外塔吧，推外塔吧。这不追你到天涯海角的了吗？你300多移速，你还挣扎啥呀？我想捡灯笼啊，你们让我捡一下。这追到死啊！妈的，小臭锤屎！这杰斯也杀起来了，这杰斯跟露露两个二打五呢，还可以啊，这把中路玩的挺好的，支援的很到位。我想变大，兄弟，没兵线了，爽一下。哦，杰斯肯定不是水友啊！我说杰斯玩的不错。那肯定就不是水友了呀，水友能会玩的不错吗？给你看一下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人的那个蘑菇在我的面前就是个小矮子，你他妈的！你看这个 EZ， 你看这个露露，只能到我的腰了，在我的裙底下。跟座塔这么大，我被减速动不了了，哥们。来打一下 BOSS。你380，我也380，但是我就要追你，减速了，再减速，这里配点音效，嘣嘣嘣，要地震了，行不行啊你们？啊，打死我，求求了。可惜谁杰斯拆基地了，把我阿进人堆。